要找到显卡的包裹，我们要来海关的红色仓库的二楼办公室。我进红仓，我铁梯上二楼。那个门需要钥匙，它需要海关办公室钥匙。我们打开来，走到底，第二间。门踹开，然后左前方这个包裹就是显卡包裹，点起来安全撤离就好了。